你也想要吃？那恁爸爸的早餐呢？早安啊，姐呢？早安哦，你在吃饼干呢？哦，阿公又跟你开拍了呢，哦。哦，今天星期二哦，啊、哦，你知道吗？要上课哦。耶，上课去。姐，早安。哦，阿公带你上课。今天星期二，有没有乖乖？哦，你说有啦，有乖乖啦。哦，你没有唱歌，唱歌给阿公听。没有，没唱歌给阿公听了。上课去，上课去，好。耶，上课去，上课去，上课去。姐呢？下课，下课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课，下课。哦，下课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哦，下课按铃铛啊，晚上了。哦。哦，姐呢？又是美好的一天。哦，阿公又来载你回家。好不好？不好哦！你要讲好啦，不要这样啦，哈、哦。姐呢？到家了，下课了，到家了，哈、哦。耶、yeah, ，到家了，哦，上课好累哦，好累人哦，都睡着了。